另外一个号已经拿上大师了，刚才一点半前蓝枪没有就秒了，一点半后就不秒了。还算是旧账。现在也是打的大号，两个大号一起上王者。我说的打到四五百分，我就去网吧开两台机上分。我一个号排对面上分，我一个人操作，我不请演员，两个都是我自己的号，我不用请演员，因为都是我自己的号，这样一个号赢就行。把两个号打上去，一个号赢就好，都是我自己的号。我干嘛要中也不算赢？马上单杀，看好了，马上单杀。我可没有挂。确实，马上单杀，兄弟。First blood。这就是大师局吗？确实大师的，我说的马上单杀我就马上单杀，确实是大师局。你在玩什么呢？怎么有这么恶心的人啊，有这么恶心的人啊，就是有这么恶心的人。有他妈这么恶心的人。这有他妈这么恶心的人。这几天是不是有比赛啊？这几天有 比赛是吗？放松，伙计。这个号赢两把也是大师啊，赢两把也是大师。马上两个都是号大师。我家里有两台电脑，我不想跑这么远。我家里有两台电脑，我不想跑很远。我转发手机，我先马上上。我家那两台电脑，我就可以两个号一起排。但是我不想跑到另外的房间，比较远。成喽。怎么感我感觉一跟弹幕讲话一上来就死，他妈跟弹幕讲话去了，我一上来就死啊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认真打认真打，跟大家说话去了，我认真操作他打不赢我，跟大家说话去了，让他一个人头啊，等下让他杀，我补刀已经把他压烂了，给他吃一个呢又能怎么样？给他吃一个人头能怎么样呢？我没注意看呢。不是你一直跟我讲话吗？你跟我说话，你不跟我说话，他能单杀我吗？我今天马把单杀先上，都是一直单杀的。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一边看他们一边玩？哪个打高分局一面看弹幕一面玩的？我问你有没有？你说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有没有打高分局一面看弹幕一面玩的？我感觉没有吧。老子一面跟你互动一面操作，确实跟着小兵在那里，我看弹幕去了怎么打？我不看弹幕，我现在不看弹幕，我认真打。你不要叫，刚才确实走到脸上跟你讲话去了。能来一次吗，兄弟？能抓一次吗？来抓野仔一次啊！来抓野仔一次啊！马上单杀！我感觉有没有闪？那野仔有没有叫闪？没注意看，他有闪吗？没闪，我单杀了。这波你能杀他？我不懂有没有闪。
动没有闪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来动手啊！来动手啊！那个时候打不过他，打得过吗？那他打得过，为什么他不上？他为什么不杀我？他也是打不赢我，我怕被刀锋抓，所以我一直没上。等你说下去，我不讲话了，别跳。兄弟，能拿一次吗？能拿一次吗？被拿去了，也等来。要反杀我，觉得走运吗？确实也打他干嘛？确实也打他干嘛？兄弟，这么蠢，狗脑子，狗脑子。我为什么感觉被踩头啊？炸死不死？刚好我这波跟他换了一命换一命。我烂命一条不值钱了，我跟他换掉，我老子出幽默。烂命一条不值钱，跟他换掉。我知道我死那一，我知道我死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拉一个人下水沟一起死。但我知道我要死的那一刻，我一定会拉一个人下水沟一起死掉。他死了，我刚好出幽默吗？该算是旧账了。我怎么敢在直播间呢？人家喜欢看我被人打爆是吗？为什么喜欢看我被人打爆？我真的不懂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我真的不懂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我被人打爆。我前面几把一直吸的时候，他说我吸的样子恶心。喜欢看我被打爆是吗？这没当上回来，已经好起来了。九级我认真玩了，不要叫了。从现在开始我认真打了，你不要叫啊。谢谢白胡子两枪坐掉干掉对面冲了血瓶，感谢冲两个血瓶，谢谢三个血瓶，谢谢四个血瓶，谢谢五个血瓶，谢谢六个血瓶，谢谢感谢支持白胡子。感谢送的六个血瓶，谢谢。我说了，你不要骂送礼物的，行吗？送礼物的人家有尊严，你可以骂我，我没有尊严，我不需要尊严。你骂我无所谓，你不要骂送礼物的。别人需要尊严。又一被单杀，一咋又要被单杀？你有什么用？你有什么用？谢谢我和星源带出这个野打中的血瓶。我最后再警告一次直播间的野仔们，不是兄弟的，我警告野仔，兄弟我不警告，因为都是兄弟。你可以骂我，你不要骂送礼物的，送礼物的要尊严的。试试我吧。你骂我无所谓，你不要骂送礼物的。还有叫我进场的，我说了，我就算我不直播，我一辈子不会进场。我现实当老板的，我干嘛进场？我现实做老板，你要我进场干嘛呢？哪个现实老板进场的？谢谢白虎子两枪坐在对面送了两个血瓶，感谢感谢感谢。
给大家开个张先生抽个500没带粉丝牌的可以支持一下，最近发粉丝牌多，大家可以卡粉丝牌支持一下，带上粉丝牌做一辈子的兄弟，可以支持一下，感谢，抽个500。进去，做永远的好兄弟啊！做永远的好兄弟。今天有没有一亿卡粉的牌呢？今天有没有一亿卡粉的牌呢？放松，我感觉直播间有80%都没有烂的粉的牌的，我看到弹幕都是没有粉的牌的，80%都是没有电带粉的牌的。经常在直播的，看直播的，在直播间的可以卡粉牌。打得好好的，野仔来都不松，野仔来都不松一口。上电视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的牌的，也可以卡粉的牌支持一下。最近把粉的牌送上去，大家可以帮忙卡粉的牌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有10级粉的牌的可以加主上方的微信，进微信群。就算以后我不直播了，你在粉丝群里面，我们永远是兄弟，可以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打的号都是在群里面免费抽的，不打大号打小号都是在群里面免费抽号打。做一辈子的兄弟啊！想到好主意了吗？准备动手，准备他妈动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感觉我不抓上，我吃这塔还能吃个一血塔，一个人头。我故意把血量给他打掉，看他也得上不了。我要爽死了。我故意掉点血，那刀锋不走。我有闪有大，他上我双杀了，这样子。试试我吧。反击。你不动摇。Double kill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觉得强的扣6，觉得是菜逼脑残打个177，我不允许别人这样的恶心我。我玩游戏也许素质差，我现实素质好就行，我现实素质好就够了。我现实朋友多，兄弟多，女性朋友也多，我就够了，我不在乎什么的。我确实玩游戏我素质差，我现实素质好就行，我不在乎什么，无所谓。上电视最后6分钟，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的牌的也可以卡粉的牌，只要彩子数很少，大家可以帮忙卡粉的牌，谢谢。做永远的兄弟啊！觉得我做的文章就是吗？那不吃了行吗？那我吃，我不来作用吸你啊！老牌费都是费的赢，我吃了我来作用吸你啊！难道你不想赢吗？打排位的不是来玩的，这分段不上分是吧？把头埋低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不赢牛。打排位就是赢的，那难道输吗？这分段我吃了不吸是吧？
我有实力吸，都是大师的人，你想输？你敢挂机？你敢挂机？队友激活你！他妈的，队友想赢，我也想赢，你这样子搞我，我也想赢，搞你！我感觉打钻石就挂机，打大师不会挂机，打钻石肯定就挂机。为什么我跟一些我排到一些人，他叫我吃他线什么的，排到一些大师分段的，为什么人就这么暴躁呢？经常打大师，有排到大师分段的，叫我来吃他线的，叫我刷他野，确实有。之前200分的时候，200分有个野仔满九点，把野区全部没我，就前段时间有个满九桶的打野。要把他说把野区全部给我吃，他不吃的，一直点销量来吸，觉得我强。你这不懂事。上电视之后四分钟一块钱收500，没带粉的牌的一亿，没带粉的牌的一亿，可以打粉来支持，感谢谢谢。我没有搞队友心态，我没有搞队友心态，我带队友赢，我带队友赢，我没有搞其他心态，我在认真玩，你别笑。直播间有没有女粉丝啊？有女粉丝吗？有的打个一。目前呢、啊，白虎子工作室招人，有钻石左右水平可以来白虎子工作室直播、啊。我有伤，准备开炮！他妈技能停火，中国技能我刚刚死了。上电视最后三分钟，最后三分钟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丝牌的一，没带粉丝牌的一可以卡个粉丝牌支持，经常看直播的好兄弟，可以卡粉丝牌支持，感谢。不用着急放大，看后面，不看后面，什么的十四级了？僵子十四级，僵子十四级。哦、那枪没说话了，我不说干嘛点头枪了吗？你不点头枪我都杀完了，干嘛点头枪搞心态是吗？不说吗？不点头枪老子杀完了，我不说干嘛点头枪，都说别点头枪，别点头枪，他妈点头枪我他妈杀搞心态是吗？你不点头枪我不交傻，他妈点头枪搞老子急啊！我觉得你不要点头枪，不要点头枪，我不说干嘛点头枪搞到我急躁了，你不点头枪老子慢慢打，我都不可能死，一点头枪我都急躁了。我就问你是不是打得好好的吗？点个头枪，我不能不急啊！你不点头枪，老子不会让你上。我就慢慢打，慢慢稳住心态，随便赢。上电视最后1分30秒，最后1分30�秒，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的牌的一夜可以支持下，谢谢。看人数很少，没带粉的牌的一夜可以卡粉牌支持下，感谢谢谢。最后1分30秒，做永远的好兄弟。有十几粉丝牌的可以加主账号的微信群，微信群啊，打的小号都是在群里面免费抽的，平时不打大号的吗？最后一分钟了，最近把那个粉丝牌弄上去，把粉丝牌的人杀绝。经常在直播间看直播的可以打我们的微信群。呜、哦、他妈差点双杀我操，差一点点双杀，差一点点双杀我操，人有点多啊，差点双杀了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二比不前敌吗？我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二比不前敌吗？眼睛干嘛玩的游戏要说铅笔呢？铅笔跟这把游戏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想采访一下，铅笔跟玩游戏有什么关系吗？松伙计，重装了，一样死。这他妈这样没死哦，换点火兽技能。又没死啦！呜一枪，他妈砍他喂我，砍他喂我他妈两枪把他炸了，我操！砍他喂我两枪把他秒了，呜就是砍他喂我两枪把他秒了。真的双翼好难上分啊，我他妈打那个大十号好上分，跟那男枪没有，我一点钟前男枪没有就秒，一点钟后就不秒了。现在也是排的大师的另外一个号，感觉大师低分仔排带钻一的那种很难赢的，分段高了就好赢了。我另外一个号打上大师80分了，他秒了一把，我把这个号也打上大师了，我真的感觉他妈大，我感觉大师。确实这样子，我感觉大师左右的黑钻一的好难赢了。谢谢鸡鸡副本中的10个血瓶，感谢老板支持，感谢老板支持，谢谢，感谢老板送的10个血瓶，祝老板今年发大财，谢老板支持，谢谢。我就是个傻子，确实恶心，恶心对面的人。我吃的肥肥的，对面的人顶得住吗？刚才老子救你害我死，我都没说话。这波单带啊，六个下拆我拆上。这样子的回复，拆拆拆拆，四个人拆，为什么？兄弟不要夹，不要我。他妈这种我说的感觉大师我不懂为什么，特别是大师低分仔还有钻机配上钻机很难赢的，我打大师高点分上绝对赢，我另外一个号打到80分了，他妈我看不懂他的想法。我们队友在下面拆家，对面的人上来抓我，四个人加了不要的吗？拿了大号大补不要加的吗？六张而已，本来赚了一条命300，我烂命不值钱了，我的命烂命条不值钱。但吃掉队友吃掉那个塔前加那边的球都是1000，还有地兵线，现在是亏了的。给大家开个铜粉，1毛钱开个粉丝牌，没带粉丝牌的也可以花到1毛钱开粉丝牌，中10个1毛能带几粉牌，谢谢。确实奶爆啦，被碾爆啦，我都不敢上来赢了，差点先进去换了喷文。确实被碾爆啦，
拿小龙，我们三条小龙，要不拿小龙吧，目前三条小龙，目前三条小龙啊，我看这号多少分钱，妈差两把大师啊，差几把，看到了。穿，确实穿，确实穿，好暖穿。这号五十分，三把大师，一把以后把刚秒那把，你看是七十。抽到一个别抢走，就别抢走。觉得强的扣六，觉得菜比脑残打一，今天大号真。